也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看了他们的表演呢，自己有信心觉得表演得比他们更好的，没关系，我们麻烦呢到旁边我们的舞台左手边，这边呢有现场试镜报名的地方，也邀请大家呢可以前来呢参与报名，那也有机会呢可以来参加我们下一届的这个凯雅之星的选拔赛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组呢是我们的白马阔，要带来精彩的 Dancer Show， 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小白，我叫小马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酷。哦，所以你们的白马酷就是这样来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是你们的外号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是谁想的？我。你想，你是团长吗？对对对，我是团长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一次刚刚是走秀加上这个舞蹈的表演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是由老师帮你们编排的吗？对对，由老师帮我们编排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度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我们三个人比较不曾有跳舞的经验，然后就是比较曾没有
对对对，几乎没有跳舞的经验。几乎没有跳舞的经验。对 对, 对。那你们会跳舞吗？平常有练习过吗？除了这一次一个月的特训之前，没有，都没有，所以你们也算是有肢体障碍的问题，是不是？看得出来。好了，没关系。可是这一次呢，你们经过一个月的这个特训之后，好，所以呢，展现你们有一点点舞蹈基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因为呢，你们刚的表演呢，我觉得可以让你们再有一点点加分的动作。既然你们叫白马酷，你们可不可以一人摆出一个最酷、最帅的姿势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 Okay. 好，来来，先从团长开始好了，来给你们一点加分的效果。好，来。干嘛？啊，走秀加上摆 pose。好，那走路要有风哦。好，麦克风我帮你拿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小白。眼神要杀死人哈，好，再来，欢迎我们的小马。